这是谁弹的钢琴？这个钢琴声竟然能穿透我们强辩团和刘备合作的云雾。想起了你，就像一段明月。是慧晓，慧晓音乐这么强。是曹操，曹操真不可小觑。我为你奔波，为你杀，你怎么懂我坏？等待你的一份悲伤。不行，被这两大高手夹击，我会走火入魔。这可不是闹的，不认真会出事的。终于，刘备两个人的功力把我完全吸进去了，无法停止。我得再提高目的。曹操的逆中，感觉出来，他想实现一统天下宏伟抱负，也充满了求贤若渴的心情。曹操的音乐是在对我和刘备抒发这种求才的心情吗？感觉上又不是完全针对我们，他好像也是同时在对另外一个敌人阐述理想，那个人会是谁？